优酷的网友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劲松。在电视剧《冰与火》当中，我演的是公安局局长林德赞。进。哥，李正强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。林德赞是一个基层的老警察，在剧本设定的这个云和县从警有30年了。一直是一个一线的警察，一直从事的是禁毒的工作。你为林德赞特别设计了什么细节？你看我把这头发都剪成这样，这就是林德赞。Nice。演完林德赞，还有想演但是没有演过的角色吗？现在还没有，反正演了一堆坏人，现在又开始演好人，好人坏人反正我都演了。我天地无私，你爱信不信？这个劲儿出来，而不追着他走。来。第5集对一遍了。第二次和傅东玉导演合作感觉怎么样？傅东玉导演第一次合作是破冰行动，现在又是冰与火，两次都有这个冰字，然后就是跟毒品有关。怎么说呢，我觉着他是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一个导演，在现场可以把自己毫无保留的，不用做任何防备的交给他，对剧本的解读和人物关系的解释我是信服的。在陈晓、王一博、刘奕君三人选择一位组男团，你选谁？可能我这一辈子和男团都没关系，所以选不了。如果和他们组成一个男团呢？他们三个人可以组成。你给这个男团起个名字吧。他们三个人应该刘奕君年龄最大吧，叫刘，陈晓小，刘晓，王一博，刘晓博。有没有在网上搜过自己的新闻？没有，我觉得我没什么新闻。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？表情包我就是开心的，或者是搞笑的，我大概存了有3-4个吧。我就觉得这个表情包准确，和我的当时想表达的这个心理准确，我就会用。填空题，冰与火播完之后您靠什么留住粉丝的？真诚。在冰与火这个角色里面，我倾注了所有的力量，也希望大家能够接受，也感谢在播出的时候大家能够花时间去收看。